好，今天呢，就是打算来拍一部之前你们在帮忙的影片后面有看到，就是我说我想要做一些宠物的东西，然后今天就打算先试做一下阿伯要吃的，然后我们考虑了一下，决定买一些水果，就是搭米饭这样还搭便，对，然后把它做成有点寿司的样子，这样给他吃。那我们等一下就出发去买食材 ，Go。看不到那只猫啊，爬上去了。Hello? 潜入任务，真的进去了。后面人在偷拍我。好，我们现在到家里附近的水果摊了。然后那时候问兽医，他讲说基本上什么水果他都可以吃，唯一一个不能吃的东西只有洛梨的皮而已。但是应该是不会买到洛梨这种东西啊，因为我们家平常也不吃。然后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季节有什么水果。为什么人家买苹果都要这样子敲它？我是看外表的人。哦，好啊，是看外表的人。我是看苹果外表的人，像这种的，就是你看它像这个有凹进去的，这就有撞到，我就不会敲这种。这个问题还是留给观众好了。他们买水果这样敲，到底是在敲什么意思？这颗就是完全没有漂亮。那你就买这颗。他要买五颗才买。哦，一定要买五颗啊！那派你进去问老板说，我不会买一颗。哈哈哈哈，它是屏东超甜，屏东超甜，好不好？跟你讲，屏东莲雾真的没有很甜。屏北的莲雾会比较白，然后比较不甜一点，然后再往南点的会比较黑，好像是这样。所以说南部比较黑，是不是？对。我们之前小时候有去那我们家的沼园，他们会讲说，如果你有看到有鸟啄过的，那可以直接拿起来吃。当然有鸟啄过都会很甜，就很好吃这样。他们会自己挑，还是我们就全部买枣子，然后回去给他自己选的吧。枣子要挑白的还是绿的？挑跟你头顶一样绿的啊。为什么？好奇怪啊！为什么？为什么跟我头顶一样绿？我没有。那就这颗。看着我。对。相信我吗？哦，对啊。没有啦，他就没有。老板已经觉得我们怪小人，然后一种拿一个这样。不会啊，有人都买豆子买三根的人。旁边经过了一个人，他已经觉得很怪。买一颗奇异果，而且奇异果我觉得他吃的几率很低，因为他不吃绿色的东西。我要买那个饲料是好几种颜色，然后它单独不吃绿色。现在我们在屈臣氏，因为等一下我想要做的是非常小的东西，所以买一个小镊子，等一下用镊子来做它的料理。这样，我想象中的镊子是尖的那种，长这样子，然后有一个这样子。那就是我的粉刺夹啊。那还是就用你的粉刺夹做好了。不要啦，那个有夹过超多人的粉刺。有心思，还有夹过我的，对，夹过我的。没错，反正。我把阿伯放在鼻子前面，他也会啄啊，所以他也会吃粉丝。天哪！我现在东西挑完了，然后等一下回家之后就直接开始做，但是做之前会有一个小步骤，就是我们会先消耗他的体力，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要怎么样来消耗阿伯的体力，让他比较吃得下。阿伯，过来。啊，真的好听话，对啊，很乖啊。他听到水声就会这样一直叫。就很兴奋，好可爱呀，可爱呀！我一直对焦到你的奶头哎。给鸟洗澡不可以用温水，因为它掉一个女王。对。因为温水会洗掉它身上的一些脂肪，然后它就会失去保温的那个效果。那我现在只是把它调成稍微常温一点，就是不要，起码不要冰的。哦，阿妈也洗澡了，洗澡啦！洗香香，洗香香，洗开心，加油！要多久？要试多久？然后试踩进去，然后马上出来。啊，开始洗了。哇，他屁眼还是黄的。对，他洗不到屁股。我上次有帮他搓，但是好像已经太顽固了。夏天会让他自己蹭，就是让他自己弄干。因为有人说不要用吹风机帮他吹，是因为
发觉得好像有点干干的，但其实里面还有湿，它就会不继续清这样，让它慢慢蹭，这样可以消耗它的体力。然后我现在就要继续做它的东西，就把它留在房间里面。我要先把饲料收起来。好。好，你把床甩得到处都是。好。你们看它的饲料。它饲料是这种水果压制成的，有好几种颜色嘛，但它绿色的特别不吃，它只要看到绿色就会全部撒出来，不然就是会吃到只剩下绿色，然后它就不动了，它就一直叫，叫到你帮它换为止。刚开始换饲料，它大出来的大便就会是红色、黄色的，然后到最后只剩绿色的时候，它就会只大绿色的大便，因为只剩绿色可以吃。对，我要做的是就是想要做一个很小的寿司，然后上面铺一些水果，这样就比较简单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问兽医，他就是除了讲水果之外，我问他米饭，他说米饭对雀科的鸟类来说是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所以最好是不要太常给它吃，因为。主要是怕他吃了这个时候，然后他不想吃饲料，但是很少啦，所以就当作给他放个假。因为他平常我们在家里吃饭或面，他都很想吃，然后我都不给他吃。然后今天就稍微加一点点就好了。那个煮米的是不是哦，还没洗。上次是谁煮饭的？每三个人就会有一个人不洗锅子。不会是我，因为我现在在洗。也不会是我，上次煮饭不是我。因为那天刚好的时候很硬，多硬？就是抠也抠不下来。有真的这么硬吗？好痛！对啊，直接开水煮啊。可是这个也没有洗啊。有啊。我没有说有。上面是有哎、欸。我养过。感觉应该这样子就够他吃了，而且我还没洗，所以我犯了大错了。没关系啊，加钱洗一下。你们这是炖饭的做法，我不知道，我不敢再讲了。我也不敢，我也不太敢说，我也怕我会干翻。好少，真的好少，从来没有煮过这么少的饭。我今天的主菜就是买了几样水果，我没有苹果、枣子、水梨、奇异果、莲雾，都各自有一颗。可是水果真的还是蛮贵的，这样就要100多块了。然后还有我们刚才在屈臣氏买的面食，这一根多少呢？80块。已经快要跟所有水果一样了，所以水果其实也没有很贵。我觉得是这个太贵了，好冰哦！你洗东西脸一定要那么色吗？好，洗好了。我觉得我们饭可能……哇、哦！我刚刚看还有水，怎么一下就没水了？变成那个了，有点像锅贴下面那一层。你还有淀粉啊？对，所以就会变这样。我觉得还是有点硬欸，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刚刚火开太大了，它水煮太快了。那我要再加水下去煮，让它多煮一下，我们来切水果。你可以洗一下吗？好麻烦。那为什么我这个没有洗干净，都是泡泡？因为我血压飞天小年轻啊。我怕有残留泡沫被它吃到哈，所以我要洗得很干净。那你会唱泡沫吗？会啊，那你要秀一段吗？全都是泡沫。凳子提高它。总之先尬一半再说。我觉得，赶快把它洗一洗。发生事故。那这块我吃嘛，好不好？不过就是灰尘而已。3颗100的果盘钱。要挑战我精细的刀工的时候到了。先把它切成一个完整的四方形，这个多的，这个洗掉。好像大部分都是我在吃欸。你他妈的到底是你要吃还是阿爸要吃啊？对他来说东西太多了哦。假如说没有啊，干我林北要吃一整颗，你给我吃这一小块就成就。他如果会讲话，我还在这边嘻嘻哈哈。我好像在用美工刀在切东西哦。我看到上面这个清楚的纹路，直接把火关掉，让它凉一下。这就是苹果，好不好？先记得，因为等一下我觉得我切到梨子的时候，我就忘记它是苹果了。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枣子的部分，看起来跟苹果他妈真的没什么两样，就是葱泥跟蒜泥。对，莲雾，先把头去掉，再切一半，然后把下面这两边去掉，小心哦。切开了，然后再把中间这个东西挖掉，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好甜哦，真不愧是屏东莲雾。可是你刚才不是在那边数落莲东屏雾？莲东屏雾？莲东屏雾吗？莲东屏雾？屏东莲雾？好，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这个是莲雾的部分。冲冲头，水梨，一刀劈开，卡住了。还可以啊，跟莲雾差不多。因为你刚才那个是有点呛到，看一下这个精湛的，哇，这个是鼻子的部分，超没默契。你过来的时候，我刚好往后退，然后我就这样子，我就放上去。好没默契哦，这是我们排练组合啊。奇异果，这个我觉得他一定不吃，因为刚才你们应该有看到他不吃绿色的饲料，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一直隐约录到他在叫的声音，哦，好难切哦。对啊，他很软啊，太软了。好，这是奇异果的部分。那还有吗？没了吧？没了。好，饭拿起来。好，我们现在就把场景移动到客厅。因为我们想要把它组装起来，变成有点寿司的样子，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可能白买了，因为刚刚偷夹了一下，觉得它这个太尖了。你看一下有多难夹，这样怎么做？试试看，试试看，不要紧张。一开始的想法是大概四颗米就可以当寿司的基底，好不好？这样子超级看不清楚，真的吗？因为这是白的，你米也是白的。然后我们首先来弄这个苹果，可是它已经不小心插进去了，然后我感觉有点甩不太下来。沙小寿司好烂哦！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麻烦，我决定要直接用手捏它的底，反正我的手很干净。你知道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来做寿司吗？为什么？因为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是好像某一个医学大学他们的考试，就是要他们用手术的镊子来做寿司，好像很考验他们手的稳定性吧。我想说，那我也要试试看。看来我是没有当医生的天分了，我的东西真的看起来好废。你如果点到这种寿司，我就先打师傅啊。等一下如果只吃米饭的话，我就揍他。哦，虐鸟。对，恐怖鸟人。我们的阿丑寿司完成，好不好？苹果、枣子、莲雾、梨子、奇异果。可是李迅已经睡着了，怎么有一个死人躺在床上？是想死的，你觉得他会吃的几率有多少？我觉得颜色鲜艳，他应该会先吃。好，我们今天的主角要登场了，阿拜。先吃东西给他看，嗯，然后他开始感兴趣了，他知道我在吃东西了，他是很贪吃，我看演给他看，好累哦。可是对鸟真的要这样子，你给他吃新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直接飞走了，解释掉了，有他吃了。喂，甩掉了，还要敲一下刷响。我觉得是盘子问题，我觉得盘子问题。哎，你椅子上那件蓝色衣服好好看哦。嗯，这个完全没有兴趣。我觉得你们的电子产品先说。哎呦，有你的手，难道要吃了吗？没有，逃走了。我看看黑黑的地方了啦。难怪摄影师都很不喜欢拍宠物，因为太不受控了。对，
回走了。他们找他是要吃了。快点把他拉住！不行，过来！我拿了一粒米跟一个苹果，你看，你看。靠腰不是咬我手，他先吃苹果，然后逃走。他咬尾巴什么意思？我摔到我头上，摔到我头上，你什么意思啊？他直接甩掉了。一拿到了，走开。这是饭，对不对？对，他喜欢吃饭。结果你在那边切半天，还不如一颗米。今天的主角在这边，梨子是不是？梨子他很喜欢的、啊。来，甩到树头是什么？天啊！干一口接一口哦。看来梨子就是今天的 top one 了，如果根本不用摆盘啊，就是瞎鸡巴乱切，然后直接拿到他前面，他就走了。最后一个关键的，最关键的绿色的，哎，奇异果，这个会吃要不要？也会吃哎，不要他不要，不要，还一左，全部甩掉，我不要，看屁啊，狂看镜头，抓在了，不想玩了，不想拍。你看这个剑鸟，他到底要发情发多久？他只对你发情吗？没有啊，你去摸他也会啊。你摸也会。对，今天的这个宠物食品的挑战就宣告失败，算失败吗？还可以，他还是有吃啦，有吃，只是那个样子他不喜欢，好不好？但做成寿司的样子，完全就是一个画蛇添足。我知道了，下次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了，下次他妈的就是不会再买东西给他了，乖乖给我吃饲料。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先到这边了。如果之后还有就是有别人家宠物想要借我试试看的话，说不定也可以拿一些神秘的食物喂给别人家宠物，像 Faker 有乌龟什么，还蛮想要做乌龟的东西的，因为 Faker 说乌龟吃东西很疗愈，他会大口大口的咬，之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就帮我订阅，那还没有开启通知的话，请按旁边小铃铛通知。就这样，啵啵，拜拜，阿麦说拜拜，阿妈生气了，阿麦拜拜。养宠物好麻烦。